香港地，真係揾個地方瞓覺都好難嘅。你睇下神仔權，佢生活就係翻工同埋瞓覺。你睇下，乜都唔取，就知佢起身就應該係翻工嘅時間啦。仲笠埋頂喇帽，洗頭水都慳翻，又唔使買梳。呢個就係香港人嘅精神，香港人嘅味道，香港人嘅悲哀。